三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老师，到我这来切两句，你快点。俺一接头，因为他心内出血都躺了十个小时血了，给做检查，做了以后就做手术了，这不可能是学生打了的，这来学生打不还没生，他把子宫里面伤害了嘛，去女门伤害了以后把子宫还伤害了四公分的嘛，这来江湖一来生育这个问题还不知道能生育吗不生育。班上三个同学来，妈来裤子脱了打来的，老师们人家调查根据调查老师没有。